可兰，你刚才说去哪儿拍照，我刚好顺路送你啊。不用了，我坐公交车就好。他去成功博览园，那就麻烦你了，小金。不麻烦，特别顺路，特别顺路。妈，哎呀，顺路嘛。哎，改天请你吃饭啊。好，阿姨。麻烦你了。没事没事。谢谢啊。 哎，再见。让你接人家干嘛不接呀？怕见？怕见就说明心里有鬼。哟，你这头油抹的都可以炒菜了。为悦己者容，我可以理解。为了你舅舅的眼睛，你下回少抹点儿。咱们这人齐了吗？ 再不开始，这下午的天光可能就拍不了了。应该马上就到了，您稍等一下啊。好，克兰呢？到了吗？我到啊。我就说坐公交车会慢吗？也不知道去接一下。好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千万记得接人啊！约的九点到，差不多该出门了。 这路看来是一时半会儿通不了了。梦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堵在路上了。金导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在前面的地铁口放下？我赶时间，可能坐地铁会快一些。啊，我不行。 喂，苏兰，到哪儿了？我堵车了，在直港大道呢，可能还要好一会儿，要不你们先拍吧。我在路上堵着呢。